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呃，二月份过完了，在过完了二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其实看到中美之间冲突呢，有有人说叫剑拔弩张，我个人说不是，我个人说是虚张声势。呃，这个虚张声势的意思，它是跟政治完全相关的，它不是真正的军事上的，一定要冲突到什么份儿上。呃，就他个人来讲，就。 包括美方的个人来讲，包括习近平个人来讲，我觉得虚张声势的成分远远超过正经八百的故事，远远超过双方任何一方都不希望发生战争啊！但是呢，在这种把握的过程中呢，呃，各自又有各自真正的利益需要，这是一个呃，就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的故事。 那里面又政治需要的原因呢？就是无论习近平还是拜登，都有他各自的利益本身的需要，他个人的，或者说他家庭的。那习近平正在开这个二中全会，开三天。二中全会当中呢，呃，他拿出了一个政，就是向政治代表政治局，向整整个党中央做了一个工作汇报。汇报当中细节到现在我没看见他更多的细节。 可是里面他大篇幅的讲述了七十三次讲到了国家安全问题，七十三次讲到国家安全问题，却没有任何人提到这是党的安危没有。所以，在政治代表政治局向中共中央讲话的时候，不提党的安危，却七十三次谈到国家安危，啊，国家安危。 而且，作为人民日报社跟这个新华社呢，根本否定了国际社会的所谓的宪政民主和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习近平在未来的就在下个月将要召开的两会当中，要效仿普京，成为一个真正的呃君王，成为一个独裁者。这是他想做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个故事呢，他成立中共中央内务内务叫内务委员会，就是相当于内务部。那有人把它比较成东厂，也比较出比较成当初的这个苏联的克里姆林宫啊、呃，苏联的克格勃。我个人觉得都不都谈不上。它最大的意义就是它毁掉了呃政法委，政法委是保护党中央的。 内务是保护共产党的，呃，他以暴力的方式把所有人，对不起，把所有人都当成党的敌人。但是当他出现内务部、内务委员会的时候，啊，特别伴随着国家安全委员会，当两个部委即某某种程度上合为一体，就是一个部委两个两个牌子。如果是这么一个相互重叠故事的话，你看到就是。 他要把国家的概念超过中共的概念，啊，国家概念超过共中共，原因就是习近平代表国家，习近平代表国家的一切远远超过于习近平作为党。当习近平的权力不需要中国共产党做他拐棍儿的时候，他就把共产党弱化了扔了。当他要强调党的，习近平在强调党的时候，是习近平在权力上还拿不住。 如果他机构改革完全结束之后，他的权利拿住了，他就不需要共产党了，他会毁掉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威胁所有的人，他自己非常清楚。所以这点上大家要明白，当你去反对习近平，你还是反对共产党的时候，这个东西呢不是两个概念。有人说那一样，来一个独裁的还是有问题的，可能吧？但是呢，任何独裁者呢？ 我们并没有看到是魔鬼统治的世界，没有。啊，独裁有人说没有，那金正恩就是金正恩有共产党的背景。你没看金正恩在拉带着他女儿出来吗？金正恩知道自己要死了，金正恩知道自己要死了，所以他有个女儿。如果没有女儿的话，他会照顾他妹妹；有他女儿的话，他一定把权利让给他女儿。 所以在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的情况下，把那么年幼的女儿抬出来，作为今天这个朝鲜的神，就是他也疯了。我跟你说，就是他疯了。但是呢，他理智上知道自己不灵了，随时会死掉，没有什么其他。我觉得都瞎掰。这些人，这些人，他考虑问题是非常实际的。呃。 习近平是非常极端的，呃，利己主义者，啊，他现实主义者，这是非常极端的。那金正恩也是，呃，普京呢，他多少有一点他理想化的东西，但是在个人的权利上是同样的。你看看，在俄罗斯内部死了多少有钱的人，他会那么干的。但是呢，他他这个东西，历来政治就是这东西，没什么可讲。 所以，美国在这样的一个大，我以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认为美国人同样也也蛮清晰的。所以他在有意无意的在在压紧今天跟中共国之间的关系，就是他保持一定压力。他这种压力，你可以说是对习近平而言，你也可以说是因为全球主义的背景跟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对立。你当然还可以说。 这是在他们自己利益的基础上，却应对了天灭中共。他们在做着自己天灭中共的一份额。但是呢，你让普京能，你让你让拜登能说清楚，说我今天参与天灭中共的天意了，他说不出来。他同样是左派的，他同样有着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那种对他的影响跟渗透。所以，这是我想，这是一个大的框架背景。 所以在这样大的框架背景之下，你就看到今天的美国的顶层的一些新闻消息跟官员，在屡屡针对中共发表各自的看法。白宫称没有就新冠病毒的来源达成共识，讲这么一段故事。这段故事是在哪儿出来的？这段故事是在昨天，昨天傍晚的时候，美国能源部一份五页纸的调查报告。 被《华尔街日报》给泄露出来。那《华尔街日报》这份报告说呢，能源部内部的情报系统跟他的实验室系统确认，中共病毒是来自于武汉实验室的泄露，不是不是生物武器，是自然泄露，啊，是个事故。而这个事故的说法，被 FBI 的他资料汇总之后的结论所佐证了。 所以这就是这件事情的来处，昨天的时候来处，那一下就蛮轰动因为能源部呢是美国正经八百的，也正经八百的政呃政府机构系统，对吧？那 FBI 当然也是，所以这就是当时昨天晚上骤然呈现呈现出一个大新闻，但因为那份五页的报告呢细节没有拿出来，只是有这么一个结论和三个消息来源的佐证。 那大家就去争论了，呃，到了今天呢，呃，到了二十七号，那白宫在遭到记者询问的时候，白宫就否决了这件事情。就我们现在看到，说有关来源问题没有达到共识。那这里主要是讲的 CIA 和另外一个，他说很主要的情报系统。那很主要情报系统有可能是国家呃，叫国土安全部。 国土安全部的情报系统跟 CIA，他自己独立的情报系统没有太确定病毒是泄露的，他到现在不确定。再加上另外大概四个情报系统，美国一共有十八个情报系统，他们都被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所领导了。那各个情报系统是独立和相互支持的。针对这样的事情。 他们各自用自己的情报系统在做决定，这就是白宫说有关来源问题没有达到共识，所以把美国政府以这样的方式一打一回一打一回，在向中共施压啊，在向中共施压。我以为他们早有结论了，特别是今天的美国政府早有结论了，只不过利用这样的方式在向中共施压，在表示着他。 随时如何如何，因为你要知道，如果美国政府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是中共泄露而故意掩盖，造成了全世界六百多万人死亡的话，那国际社会是要向中共国声讨赔偿的。那个赔偿是一万亿、两万亿、三万亿，那要算账的，对不对？那那样的赔偿，相当一次世界大战的赔偿的话。 那就那后续的法律系统就就是法律问题就是没有完的。那白宫不愿意去这个时候去去那么做，所以就我以为就以这样的方式报道。那但是呢，它代表了中美之间的冲突。呃，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说，中共国对自身公台的能力有疑惑，这是吻合了今天白宫的啊、呃、整个美国政府当中。 处理中共国的态度，施加压力，又给点缝儿，再施加压力，又给点缝儿。那美国国家美国 CIA 的老板是在星期日的跟哥伦比亚公司的一台节目中做了这样的陈述。当时陈述的基础是主要的中心是中共国帮助俄罗斯，这是他主要的中心。在帮助俄罗斯的这个问题上，美国态度非常坚决，就是。 你只要跟俄罗斯军事结盟，那向俄罗斯提供进攻性武器的话，美国将把中共国等同俄罗斯，是乌克兰战争当中的参与国，大概是这样。所以，美国将按照拜登的话说，将实施类似对乌克兰、对俄罗斯实施的那样的制裁，但真正实施能否，那是另外一回事。然后，他们就故意把。 俄罗把这个乌克兰，把台湾乌克兰化进行对比，台湾乌克兰化对比就是说，反正你中共不敢打台湾，你中共打台湾，你看看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基本上是这么对比，呃，这对比也 OK，对比看起来也很正常。那唯一我们跟大家介绍就是，台湾自己要明智，你是中华民国，啊，你你只有在中华民国的背景之下，你在全世界。 有着正当防卫的发言权，因为在你台湾政府的所有文件签署的是中华民国，可不是台湾政府。是中华民国，你蔡英文总统在宣誓就职的时候是向中华民国宣誓，是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不是台湾总统。所以，如果台湾人自己把这东西搞不清楚， 你用的所有的词汇都是非法律用词，不是你正经八百的 legal name 而你在无论理论上、在国际环境中、在政府的交往中，却屡屡以这样的方式出现的话，你把自己当成像二奶一样叫非法婚姻式的方式，以同居的方式，会被所有人蔑视你。 这是今天的麻烦。那美国人在探讨有关对台攻击的时候，谈到的也都是台湾。没错，谈到的都是台湾。在谈到都是台湾的过程中，他就有可以抛弃你。当他认为可以不的，呃，有朋友提到说台积电，我跟你讲，台积电可以说没用。在一定程度上，拜登可以主动放弃台积电。 炸毁台积电，要倒退，我们共同倒退，我们一起倒退十年、二十年，我美国还是比你强。从利益的角度去看问题，人们会看偏眼的；从生命角度看问题，绝对不是一回事儿。马斯克在他购买 Twitter 的时候，他赔了很多钱，他的特斯拉最曾经降到。 从三百二十块钱一股降到了这个七十多，呃、啊，七十八块钱是九十二块钱，他赔了老了钱，赔了一千五百亿。今天马斯克的股票百分之百都回去了。马斯克在做事情的时候，他认为这件事情做对了，他会不计代价，根本不跟你算钱的。而偏偏在台湾的问题上，很多所谓的台湾专家和。 自媒体也好，什么也好，都是在钱上算账。你穷疯了，就是你穷疯了，所以穷疯了就会出这样的状况。所以现在的故事呢，我以为呢，我个人以为呢，应该是一个非很小心的故事。台湾有时间去修正自己的称呼，你的称呼是中华民国，那是你的法律文件。 那是你的法律称呼，那是名当户对、正经八百的中华中华民族传递下来的东西，啊，这是真真正正的故事。感谢朋友们的支持。